1:25的时候，录制了一个梦。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有人参观我的单位，然后最后的时候，好像要送点礼物给人家，做了具体的梦我忘了。夜里边，那个外星人来了啊！外星来了啊！参观我这里，参观我这里啊！然后把那个，把我这边的信息就，脑袋里的那个信息拷贝走了。昨天那个发生的事情呢，就是那个。纽约那个法官，不顾事实啊，就是那个川普34条那个罪名成立啊，当然看得很气愤的，然后呢，这个是重大的事情了，就是夜里啊，外星过来了啊，要把。我知道了，事情来龙去脉，要把它拷贝走啊，就是夜里来的是这个事啊，说梦见参观我的单位啊，是外星人啊，然后我要送礼物啊，就是我把川普的消息要告诉到外星人啊，是这个啊，他们知道我白天给他们发了好多信息啊，他们专门把那个资料一起收走啊，以便后面的行动啊。好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